爸爸，爸爸，妈妈。妈妈，那你是一个大傻瓜，怎么比呀？我是个大傻瓜。文川，你是个大傻瓜。好啊，阿金，你取笑我是吧？你摔疼了没有？都是我不好，对不起，我不该跟你开个玩笑的。不，你说的没错，我的的确确是个大傻瓜，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的事情，偏要逞强去做。譬如说呢，应撑着这家养护中心，以及要你嫁给我这样的一个瞎子。文川，不许你这么说。我就是喜欢你这股傻劲嘛。阿金，你看，是谁来了？李老师，是我。啊，苏先生，请坐。苏先生，请喝茶。谢。李老师，李太太，我想我不用说，你们也知道我的来意了。啊，你还是要借点名位去。是的，李老师，我这几年对玲玲实在是太疏忽了，所以我更急着对她有所补偿。可是玲玲的个性很倔强，你现在就算勉强接她回去，她还是会再跑出来的。你的意思是要我放弃玲玲，放弃一个做父亲应尽的责任吗？不，我一点也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感情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即使是亲如父母，也必须一再的沟通，那么你们之间的心结才能打开。也才能真正的生活在一起。关于这点，我想我已经做到了。我已经知道玲玲和我之间的芥蒂到底是什么，而且我已经解除了这个芥蒂。我相信这次我接她回家，她一定会接受我们的家的。阿金，麻烦你去把点那个叫来好吗？玲玲。你爸爸来了，他要带你回家。哎，走了。玲玲，玲玲，你半夜三更溜出来，你知道爸爸有多担心吗？啊，你一个女孩子家夜半三更走在马路上，万一碰到个坏人，你该怎么办呢？你这是关心我吗？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马上追出来找我？等到现在才想起来，已经太晚了啦！玲玲，我……你怀疑霸占你喜欢的女人，你还会想到我吗？你根本就不需要我，还要带我回去干什么？你就当我死了算了嘛！你，我打你这个没心没肝的小畜生！父母生你养你，费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吗？你就这一句，当你死了就算了。你这太没有良心了！你对我没有良心，我不下。你打死我好了，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再跟你回去了。李，苏先生，对小孩总要有耐心，不可以发脾气的。李老师，你不知道，为了这个孩子，我费了多少苦心呢？我承认，我过去是对他太疏忽了，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必须要去工作，我总不能留在家里带孩子吧？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代替我去照顾玲玲，一个愿意当她新妈妈的女人。我想接她回去，重享天伦之乐，也好补偿补偿我这多年来对她的亏欠。可是我这一点点苦心，她完全不能了解。苏先生，你再慢慢地向她解释，我相信。他一定会谅解你的用心，玲玲，你不喜欢他，爸爸已经叫他走了。现在你可以跟爸爸一起回家吗？啊？
尝尝看爸爸的手艺怎么样啊？玲玲啊，爸爸以后啊，天天煮饭给你吃，好不好啊？有人来了，你慢慢吃，我去开门。哎，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你走可以吗？好歹我们也算夫妻一场，我喝杯热茶再走可以吗？对不起，我没烧茶。当初你需要我的时候是怎么跟我说的？现在你不需要了就把我一脚踢开，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那你要怎么样？我说过我对不起你，你要钱我可以给你啊。省省吧，我要是稀罕你那几个臭钱，我也不会答应嫁给你了。你放心，我不是来跟你要钱的。那你要什么嘛？我什么也不要，我回来拿点东西马上就到。小倩，你干什么呢？你留着这张照片也没用了。你怎么还没有上床去睡觉呢？啊，对不起。你没有做错，为什么对不起爸爸呢？你明天还是去把阿姨接回来吧。为什么呢？我想，反正我也要上课。爸爸没有办法整天陪着我，爸爸的生活也需要人家照顾，有阿姨在我也比较放心。我知道爸爸喜欢当海员，你不必为了我改变自己的志趣。你把阿姨接回来，如果阿姨不反对的话，你就上船去吧。我是住在李老师那边比较好。爸，你别误会，我不是说气话，我是经过仔细的考虑。李老师那边还有我许多的小朋友，
有老师，生活上、学业方面，你都不用担心。以后放假的时候，我都会常常回来看你和阿姨的。真的，我以后再也不会讨厌阿姨了。玲玲，爸爸。哎，他来了。哎，等一下，那我跟他开个小玩笑，先到后面去躲一躲。干嘛？你别管嘛，快去啊，去嘛。嗨，侯先生。是啊。嗯，你刚来了吗？哎呦，你可真痴情啊，可惜。牡丹不理你的情，我看呐、啊，以后你也不用来找他了。牡丹永远都不会回来的。我不信，他答应过我，他一定要回来的。不错。哎，牡丹，我答应过，所以我回来了。哎，叫你不要出来，你怎么跑出来了嘛？真是扫兴。好了，不打扰你们了，拜。叫我美兰，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真名吗？美兰，对对，美兰。够了，梅兰，你到底还要糟蹋你自己到什么时候，你才甘心？梅兰，
们是谁啊？我不认识，可能是他们认错人了。美兰，你怎么说出这么冷酷无情的话？我是珊珊，他是志培，你怎么会不认识我们呢？美兰，你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我跟珊珊找你找了好久。你们找我做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们。美兰，走，景春，别理他们，我们回家去吧。不许走，你要跟他到什么地方去？我要跟他到哪里去？你管得着吗？美兰，你躲着我们到这种地方来赚钱，已经是不应该了。你更不应该把你自己的青春牺牲在这样一个老头子的身上。你并没有到这种必须廉价出卖自己的地步。你马上离开他，跟我们回去。我以我们比亲手足还要深的情分，绝不许你这样糟蹋自己。怎么了？怎么了？牡丹怎么了？傅里，没什么。我跟他们有一点误会，不要紧，你去忙你的吧。嗯。美兰，你没关系吧？这位小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要在这里纠缠着我，我也不想知道。不过，你刚才的话里，严重的侮辱了我的男朋友。美兰。我要慎重地告诉你们，人各有志，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个人，个人有追求个人生活的自由。我希望你们能尊重他人，不要侵犯了他人的自由。景春，再陪我喝一杯。嗯，你刚才不是说要回去了吗？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先歇一会儿，我去泡个热茶，让你醒醒酒啊。让我来，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女人了，让我来服侍你。我不要你服侍我，我要的是一个女人，不是佣人。我是你的女人啊，你要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给你看。你真的肯做我的女人吗？你也不嫌我老啊？就像今天晚上酒凉里那两个朋友说的，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你管别人怎么说，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来抱我、啊、抱我到房间里去。我是小龙的爷爷，我有话要跟你说。哦，请那边坐。
侯先生，你今天来是为了……我是来看我的小孙子。不，我是来带他走的。怎么，小龙在这里不好吗？你一个瞎子，连他的手语都看不见，你怎么跟他沟通，怎么教他呢？我很抱歉，我不是有意要刺伤你。不，不，没有关系。说来说去，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是不是？是，是。李老师，你是知道的，我就这么一个孙子，他就是我的命根子。凡是对他好的事，我没有不尽力去为他做到的。就拿这个远景藏战中心来说，当初我是听到夏目光的一番吹嘘，认为他办的残障中心是全国第一流的残障机构，所以我才放心把我的孙子交给他。为了这个，我也曾捐了不少钱，让夏目光来扩充这儿的设备，结果钱都给他骗走。这个且不去说他了，现在这个长战中心到了你的手上，你说你有能力办得像夏孟光所说的那样，把这儿建设成全国第一流的藏战机构？你也知道你做不到，对不对？倪老师，我知道你是有这个心，但是往往有些事情光是有心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本事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做家长的对你个人也不便苛求什么，然而我们不能不顾虑到现实。你是知道的，现实是很残酷的，你自己本身已经是个残障者，你怎么能够让别人相信你能够照顾其他残障的孩子呢？既然这样，我只好把我小孙子带回去，另外请人再照顾他。方先生，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呢？方先生，诚如你所说的，我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把这里建设成第一流的残障机构。可是我绝不同意你认为光有心不能做好事情的观点。不错，我也许不能看到小龙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保证他可以感觉得到我对他的鼓励和关怀，而这两样这是他们学习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的，我是一个残障者，也正是因为我本身是残障者，我才更了解残障者的需要，知道要帮助他们，不是帮他钓鱼给他，而是给他钓竿，教他学习怎么样才能钓到鱼。哼，好，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哪天让我的小龙钓条鱼来给我看看。吵架了，阿静，谁呀？玲玲回来了呀。玲玲，玲玲，你先吃饭，有事啊，等一下再说。我吃不下。玲玲，你脸色不对哎。是不是不舒服啊？哎呀，好烫啊！
文川，玲玲在发烧，哎，要不要带她给医生看看呢？玲玲，阿金，你先去吃饭吧。冷莲，你怎么了？老师，我已经跟我爸爸说好了，他答应我再回来住，等放假的时候才回去看他。真的吗？老师，你放心，这次我绝不会再骗你了。阿姨说啊，你不舒服，老师带你去看医生，好不好？不用了，我大概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啊，睡一下就好了。小强，你冷啊？是不是水不够烫？还好了。孩子们都洗过了，该你去洗了。你这水器修好了吗？没有，我修了一下午，那个老爷热水器啊，修不好了，该退休了。那明天你就换一个新的吧。哎呀，省着点，将就着用用不行吗？不能省，该换的就得换。天冷，小孩子洗澡没有热水不行的。不是钱的问题。我只是在想，你不是说要把孩子们送到别的养护中心去吗？既然要把孩子们送走，这里马上要结束了，还装什么热水器吗？阿喜，阿喜，李老师，什么事啊？你还没睡啊？没有啊。那麻烦你骑车去找一个大夫来给你们看病，好吗？什么事啊，小梅？玲玲姐姐生病，要不要紧？大概是感冒，医生给她打一针，休息两天就没事了。文川，你还不睡啊？你上楼去看看玲玲。好不好？我刚从楼上下来，医生替他打过针，他睡得很沉。哦，我们的经济越来越紧了，
这些孩子要送就快点送出去，再这样拖下去大家都苦啊。明天我再替社会局努力一下，万一实在不行孩子们要送出去，我要想个设备好人也好的地方。李先生，我们真的很抱歉，不是政府不支持民间所设立的残障机构，相反的，政府相当的鼓励大家能这么做，可是残障福利事业是十分繁重而且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一个健康的人都要全力以赴还不一定能做得好，何况李先生你本身还是一位残障者，所以我们很怀疑你是不是有能力能照顾那些孩子。给我机会让我证明我的能力。很抱歉，我们不能拿着那些孩子的前途和政府的公信力做赌注，我看你还是考虑看看把孩子送到别的设有残障养护机构的育幼院去吧。文春，既然这样我们就回家考虑考虑吧。科长谢谢你。算了文川，别再想了，既然人家不相信我们，我们又何必争着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不如我们回棚户去算了，回去以后可以做个小生意呀，或者我可以开个水电行啊，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嘛。夏强，他，马大哥，快点呐！我要上大号了啦！做什么？哼，马贝嘞？他在哪里啊？马陪他帮着外人骗我，我找他算账。哼，他想他躲在这里，我不敢来找他。呸！没走，你快走吧，你不走我要大声叫人了。你敢？什么声音没有？什么声音？没有啊。您在楼上叫了好多声，好难听哦。我怎么没听见？我听见啦。哎呀，不要管他了，他作恶作怪了。不，他一个人在楼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大哥已经上楼去，不会有事的。
走累了吧？你看，叫你坐计程车，你偏不肯。省一点是一点吧。我们去这么久了，孩子们不晓得怎么样了。有阿喜在，不会怎么样的啦。我刚才啊，老觉得心神不宁，不知道家里会发生什么事。不会啦，你老爱操心。阿金，你到教室去看看，那些孩子们有没有乖乖在温习功课？好。哎，小梅，有什么事吗？是不是大宝欺负你了？不要紧，阿姨去骂他。来，李老师，李老师，李老师，糟了！阿喜。孩子们发生什么事？不得了，不得了！马怀他，马怀怎么了？怎么会？你要干什么？快把他放下！快把他放下！马怀，你怎么了？要。去连年报仇，娘娘怎么了？为什么要替他报仇呢？马大哥，我没事，我很好。你发什么神经？要替我报仇？喂？喂，火公馆吗？是的，请问你找谁？我要找侯老大，他在不在？侯老大？就是侯景春的。哦，他现在不在。请问你有什么事吗？哼，你问他，我们出了后他为什么还不付钱？他想黑吃黑啊，是不是？请问你是哪一位？等他回来，我让他跟你联络。你告诉他，我是迪赛的。美兰，我可以进来坐坐吗？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我在酒廊找到你一个朋友秋香，是他告诉我的。珊珊知道你来找我吗？他应该知道你终于承认我们是你的朋友了。那为什么那天在酒廊你甚至否认认识我们？你花那么大的心思找到我，有什么事吗？你明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啊。你也明知我的答复是什么，所以你何必还来这里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不，那不是你的真心话，我要听你说出你心里的话。我说的就是我心里真正要说的真心话。我喜欢他，我要跟他在一起。不，不是，你还那么年轻，你不可能会喜欢上一个老头子，你是在出卖你自己。志培，你还要我说多少次？我和景春是真心的在一起，就像你和珊珊一样。难道上天只允许你们有感情，而我和他就不能有？你骗人！你说的全部都是骗人的谎言。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你需要钱，我跟珊珊可以帮你啊，你根本不用出此下策。好了，不要说了，我不是为了钱。我不是。那你是为了什么？你真的要知道？嗯。好，那我就告诉你，因为我要证明我也有选择我自己生活方式的能力和自由。我不要你们替我安排，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那我跟谁好？还一定要获得你们的同意吗？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们，所以你才用糟蹋自己的方法来报复我和珊珊。你错了，我和他在一起，由相识到相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不但没有糟蹋自己，相反的，我是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真的，我现在生活得很温暖，这一切都是景春给我的。至于你们，很抱歉，我现在正陶醉在幸福里，根本没有闲暇去想到你们。你骗人，你撒谎。我没有。有。你冷静一点，我现在的确生活得很好，你该祝福我。祝福个鬼，你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有幸福？你的年龄、喜好还有彼此的生活环境都相差得太远。美兰，我求求你，趁现在陷得不深的时候赶快离开，赶快离开他。你说这话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吧？你凭什么这么武断说我不幸福？幸不幸福，难道我自己会不知道？你走吧，既然你无意一个朋友的身份来祝福我，那我们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美兰，你走，你走。美兰，我最后再说一遍，我已经决定把我有限的生命通通献给现在这个能给我幸福的人，不论是你或者是珊珊，都不能改变我的决定。所以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美兰，听我说，不要再说了。哎，美兰，是你的朋友吗？嗯。哎，走走走，美兰啊，朋友来了也不会好好的照顾草莓家。来，请坐。谢谢，不打扰了。再见。美兰啊，你这位朋友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呢。哎，对了，在酒廊。哎，他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呢。景春，刚刚有人打电话找你。哦，谁啊？他说他叫迪赛。哦，他一定是来催钱的了，我刚刚已经派人家送去了。你不是说你已经半退休不做什么生意了吗？怎么还会跟一个这么凶的人来往呢？他对你很凶吗？迪赛就是最不得胜。美兰，你肚子饿不饿？晚上我亲自下旨做两样小菜给你尝尝，好不好？美兰啊，美兰，美兰啊，美兰，美兰，怎么了？有什么不开心？吃完吧，尝尝我的手艺啊。对不起，应该由我来伺候你。哎，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喜欢服侍你，
而且我也说过，我不是要你来做我的佣人的。这样吧，我们烛光饭再去酒廊喝酒，开开心。不要，我不想去。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呢？爸，嗯，饭菜都摆好了。哦，抱歉，去吧。爸，干嘛？这个怎么了？吞吞吐吐的，有话直说嘛。嗯，到底怎么了？珊珊，你来说。嗯，爸，还是我说吧。你能不能给我100万？